台长告诉大家，人处事有10条秘诀，让你们学会这10条，懂得怎么样在人间畅通无阻，能够让自己成为人间的守戒菩萨。第一，实干但不蛮干，就是精进的做人做事。第二，果断但不独断，智慧的处理问题。第三，大胆但不大意，就是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很仔细，要一门精进。理智但不弱智，就是谨慎的做事情，不要变得非常的愚痴。敢言但是不妄言，就是守住你的口业，要说正语。第六，信心但不贪心，就是没有欲望，但是要看到希望。第七，是个性但不任性，努力的个性要去除我执我贪。第八，理想但不空想，很多人有理想，但是都是空想。我们要不空想，就是要有愿力，但要实实在在的去努力。第九，懂得谦让但不迁就，就是有慈悲心，但要打掉自己心中的魔心。第十，人要学会顽强但不要顽固，就是不功高我慢，我们但心要坚强。这是台长送给你们的处世秘籍。